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在回向之前，也期盼能够透过今日的普门品七遍、大悲咒七遍、心经七遍，我们期盼今日呢所有的普门品法会功德回向给我们所有的白净家人、圣明的家人回向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圣无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秀珠，还有我们的月娇，以及我们正黄父亲，还有我们的雅杰高贵月，还有我们的静梅，还有静荣，还有广庆法师，还有那个万家帝，还有广成法师，还有我们的广弘法师，还有我们广律法师，还有我们的广华法师，还有我们的静明，还有圣慧以及那个圣吴，还有我们的圣燕，还有其他父亲，我们也回向给法界众生，也回向给佛陀七众弟子，佛陀永明佛事和明峰佛事，所有的七众弟子，以及法界众生、未来佛，以及我们点灯所有的名单，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扫墓的名单者，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功德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我们今日法会普门品法会圆满，我们同声开口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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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感恩我们感谢在无边无际里面正法明如来以成佛的，今日我们透过普门品，也就是所有的众生听着佛号的声音，将今日的法会圆满，也期盼所有的万幸万灵皆能够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感恩的心今日圆满感恩。阿弥陀佛。好。